开饭，今天吃两条鲫鱼，还有木瓜丝。这款木瓜丝是手工木瓜丝，今天活动啊，立减八米。平时的话都是27.9块，今天下单19.9块。它是这样的一瓶，这是手工做的。今天家里面停电，在外面录，都看不见，好黑。
调下汁。吃老肚皮炒肉，还有一个牛肉，皮蛋炒辣椒。老肚皮，它的口感就是入口细腻，而且又筋道。我们家那个老豆皮，然后之前是19.8块发2包，现在是发3包，29.9块。之前发4包，现在发5包。它这里面就只有优质大豆和水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是高温压制的，一张豆皮用4层豆皮压了一张老豆皮，到家清水泡一泡就可以拿来炒，炒五花肉、炒素的，然后烫火锅、麻辣烫、凉拌都可以。喜欢豆制品的姐妹可以去看看。北方的姐妹可以拿它来炖菜。